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深圳红林北路。看到这一栋楼没有？这一栋楼是卖豪车的，外观看起来好高大上啊。这边是奔驰豪车区，这里是豪车的世界，普通人永远都买不起啊，只能看看。这边是奔驰，这边全都是保时捷豪车区，看起来太霸气了，好漂亮啊。豪车啊，男人的梦想啊，买不起啊，只能看看，太贵了。在里面真的是好尴尬，我又不买车，刚才一个服务人员老是跟着我，太尴尬了。